今天我和妈妈一起整蛊喝多的老爸。有老虎，电梯坏了，我刚从三楼掉下来，卡到地上。摔死了！你要不怕死，你就走吧。那你手都该流血了，要不要带你看医生啊？不用不用，一会儿他们就来接我了。啊，那你慢点啊。是时候让我老妈出场了。哎，媳妇儿干嘛去啊？哎，电梯还没走，今天我老太太从三十楼摔死了。老太太？对呀、啊。什么时候？就今天，刚刚啊。我从三楼掉下来，卡到地上，一会儿他们就来接我了。老爸害怕了，我赶紧去下个楼层。你能看到我？七天以后，大家都得找我。